来这个双和医院看胡主任哈、哦，看胡主任。现在我们换了医生了哈、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因为我们都来双和医院嘛哈、哦，所以就带你来这边看医生啊。以后我们就会常常来看胡主任哈、啊，我们就不回去看黄主任了哈、哦。以前我们在别的医院看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好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胡主任很亲切哦，哈、哦。那胡主任会帮你看这些，这些药啊，好不好？哦。那以前我们去看医生都会抽血，抽血事先拿那个抽血的管子回去。那然后之前看医生之前就去抽血了，啊，空腹抽血，然后拿去医院去检验。那医生看到他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检验报告，对。对，那之前呢？之前的那个曾经抽血有那个什么高血脂还是什么的时候忘记了，那吃了一个月以后就降下来，就取消了这样。哎，哎对了，那个药哈，这个他这个药跟我哥哥去拿的那个药不太一样，请你看一下。我们刚对了一下，不晓得为什么多了一个，这个是十月份去看医生的，他的这个药，是黄医师，这黄医师开的药，但是那边有六个，所以我像多了一个血压药，对，多了这个，对，那个没有了，那个没有吃了，这没有吃，对对，那我还是我想还是照黄医师的，对，好一点哦，对。那因为我们医院没有这个药了哈 ，Agrinos。哦、不过我，它这是一个阿司匹林再加 Percentine， 所以我就拆成两个药给他这样子。是。那 Boris 我们医院也没有，不过给他一个类似的药这样。嗯哼。应该是 OK。不用开药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们还有药。你们还有药？我们要吃三个月，我们只是说。把这个药拿来给你看一下。如果你要开类似的药，那就可能就不用。Okay，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说，有什么事情我们紧急要住院的时候，你这边已经建了档了，就可以节省一些时间，而且也让医生先了解一下我妈妈的状况。好，所以今天不是来拿药。OK， 好，那这样可以，那我知道了。对，我们还有两个月的药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上次两个月以后再来这边拿药，对对，是吧？好，那这样。今天不是来拿药的，只是希望说建立一个关系。嗯。哎。那我还是开一点开个抽血单给你们了哈。好的。就是你们两个月以后要来的时候，要来之前就去验个血。对对对。就是空腹的嘛，哈。对对对。那其他检查要不要做？因为我是觉得说，做一个血管的检查，就是有一个这个颈动脉超音波要需要追踪一下。是因为我是觉得已经这么久了，那个医生也没有看到人，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那这个上传我们就可以看的，他的资料就会在我们的系统里面。是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。事情想要跟你讲一下，就是说你刚刚发现我妈妈原来吃东西已经可以吃到茄子啊那些东西，可是最近一两个月吃东西又变得很比较差，又退步，所以我就想说可能有些什么状况，但是也不知道那。那我们再说，所以想说请医生是不是。看一下他的他的现状是怎么样。不过我们在那个中校医院的时候，不知道做什么检查，那个护士曾经很生气的说，这样的病人还来做检查。
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哦。因为他做那个检查的时候，他不太配合，我妈不太配合，他们做很久，他很有维持。哎。那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电脑断层好了哦。要做电脑断层吗？他吐念的问题是最近这两个月才新出来的嘛？对对对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约两个礼拜，好不好？好好。两个礼拜，对吧？嗯，刚好哦。就是，不用两个礼拜。好，那外面稍等单子哦。好，那把这个片子让他上传。好，那大概是几号来？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四，从五点到从十点到十二点都在做复健，所以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可以？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护理师要教你怎么。外面稍等啊，好的，谢谢。排的时候呢，你就跟他们讲就好了。OK， 好，感谢感谢。下一个六十号。